杀猪盘诈骗就是网恋加投资盈利，网恋还能赚大钱，一定是诈骗。冒充客服退款诈骗就是客服主动退款加申请平台贷款，警惕好心卖家加客服。买卖游戏币诈骗就是低价充值加充值解冻，私下交易存在被骗风险。冒充公检法诈骗就是公安调查加冻结账户，转账汇款自证清白就是诈骗。网络刷单诈骗就是兼职刷单加网络博彩，所有刷单均是诈骗。假冒熟人诈骗就是用朋友头像加账式借钱，熟人借钱要先核实。虚假购物诈骗就是网络广告加购物抽奖，不要轻信，不要尝试。网络贷款诈骗就是低门槛广告加网贷 APP， 警惕无抵押低利率的网贷平台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骗联盟成员方书建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联盟成员唐俊桥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联盟成员蔡成玉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联盟成员黄英。我是上海反诈联盟成员徐军硕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联盟成员杨学静。我是上海高校反诈联盟成员赵磊。我是文保分局反诈联盟成员熊子琪。我是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薛警官。我和尚英师生提醒您，转账之前辨明真伪，我们一起守护您的财产安全。